这一款是钉版的围巾，然后它的做法是要需要用两种颜色。那我这一个钉版呢，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宽度稍微再窄了一点，所以我就自己多加了两颗钉子上去，就是这边加两颗，这边加两颗，等于是加四颗。然后我的做法是先开始先绕一个小圆圈圈，然后勾到这个地方，先把它固定住，然后这个黑色的线从下面绕过来上面，再绕下面，我们会隔一针空隔一个钉子，整个绕完。这一个是属于小朋友的围巾，大人的话要增加可以增加到32根针，一般来讲大概我用一边是25根针，大人的也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先把它固定一下，然后接着我们同样要用另外一条白色的线，因为我这是黑白交叉的，也同样用一个小钩子勾在这里，但是我们这次我们要从这一个钉子开始走起，每一个钉子都走一遍，就是走刚刚我们没有走过的钉子全部都走一次白色的。那这一种的围巾它的窍门就是我们现在先走的是黑线，以后从左边到右边，或又从右边到左边要走线的时候，要先走都要走先走黑色的，然后后走白色的，它才会整齐。好，我们这样弄好了之后，这是起针的位置，然后拿一条别色的线从上面把它勾下去，然后这一根这一边呢也要勾下去，把这个黑线也要一并从黑色的这个地方勾下去，变成这样子。我们稍微把它打个结，让它活结，让它不要跑掉，然后才好比较好操作。好，这我们就是第一步的。然后接着线这边线已经到左边了，然后我们这边要从黑线开始再走起，往回走。那黑线要走的位置是哪些呢？为黑线现在回头走的时候要走刚刚白线走的位置，不要走黑线的位置。刚刚白线走这一个，我们回头走这一个白线的位置绕回去，每一个都白线的位置都要走到。以后记得每一个都是要先走黑的，然后再走白的。我现在是先走黑的了。好，黑色的到这边，先稍微固定放着。然后接着我们白色的线在上面，我们要走刚刚第一次走，就是像这个黑色的只有一条的线，我们要走白色的线。好，每一个白色的线都要走。再走一遍，我们现在走到后面了，这边好固定住，黑色的线再走，黑色的线固定住，然后白色的线也要固定住。这固定住了之后，这第一步走了，然后接着我们就把刚刚原先的白色线跟黑色线下面的这一层拉了套出来，外面套到这边外面。好，慢慢的每一个都要套过来外面，这边都是套第一道的，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走过的下面的这一条线通通拿上来，我们从侧面可以看得到。
到上面来。这一种交叉的黑白交叉的呢，也可以用棒针织，但是我觉得棒针织的话它会比较复杂，然后因为要一直带线一直带线，会带到大家新手会很就是很到最后带到糊涂了，不知道该带哪一条。所以这一种的花纹的用钉板做会比那个棒针做来的容易，所以我才会选择使用那个钉板做这一种的围巾，主要是因为它的花纹的关系。好，这一边我们已经弄好了，翻面这边还没有弄的，我们全部同样刚刚下面的我们就要把它给拉上来。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一边白线在上面的，我们这边是黑线，我们就把黑线拿过来上面放，每一个都这样。第一，做这种的话，第一道会比较麻烦一点，然后后面只要位置固定了之后，就会很简单了，连小朋友都可以做得出来。但是一定要记得，走线一定要挂线上去的时候，一定要从黑色的，因为我们先从黑色的挂，就要从黑色的开始弄起。一个黑的，一个白的，会很清楚。也可以自己也可以选择用别种颜色的线。完了，好，稍微把它拿一下，它就会比较固定了。好，接着我们可以看，我们绕的线在这边，接着我们要开始再绕线。绕线的时候，我们把黑线拿过来，绕这边的白线，我们看得到白线的位置的，通通要绕，开始绕。第二次这种绕法了，绕白线的位置，但是要先走黑线。然后我们把线稍微固定一下啊，然后接着这边白线我们还没绕，对不对？然后接着我们就要看这边，只要有一个的没有白线的这个位置的，我们就要绕白线，也就是黑线只有一条黑线的位置，我们现在开始绕白线，从这边绕，它绕出来会很整齐。把它绕完之后，然后再做同样的动作，然后把下面的线，这边是白线，我们就把白线放过来，然后再黑线，可以看得到白线上来，黑线，然后再白线，然后再黑线，再白线，然后再黑的，白的，黑的，白的，黑的，白的，好，黑的，白的，再黑的，再白的，然后再黑的，我们这一面全部都弄完了，然后翻一面，我们看这一边就要开始白的，黑的，
白的、黑的。然后再白的，然后再黑的，然后白的，黑的，白的，黑的，然后白的。黑的，白的，黑的，然后再白的，再黑的，再白的，然后再黑的，这红线稍微拉一下，它就紧了。然后接着我们再绕线，接着我们要绕线的，同样也要从黑色的线开始绕起。我们黑色的线同样绕的时候，要先绕我们现在看得到白线的这个上面的这些位置。现在黑线在这边，就绕这个白线，白色有勾在钉子上面的这一圈，先绕黑的。如此重复，就是。一直重复这同样动作，那这个长度呢，就看自己喜好。小朋友的话，大概90公分到100公分长就够了。大人的话，成人的大概就要用到180公分。然后这个针，这一个横的针，就要用我们有一种，我有一种长的，它那种长的就可以到达，就是一边25针，甚至30针的，我们就用那一种的做。小朋友的这一种的话，大概这一种短的就可以了。这个黑的绕过来这边固定，白的我们刚刚白的在这边，我们开始绕白的，然后再重复再勾那个线出来，要勾到我们需要的长度为止。好，我们围巾的长度已经知道够了的那个长度已经够了，然后我们就把这边先拿下来，我们把我已经事先我做了2个毛线球，然后因为是小朋友的话又要比较可爱的话，我们就要做毛线球会比较好看，然后把针穿上毛线球之后，从这个里面全部的线穿过去，我们先用单线穿过去。如果你是要用流苏的话，大人的用使用流苏的话，那这个就要把它套收掉，我们是毛线球就不需要套收，我们直接穿就好了。从这边出来，然后我们把这条线抽掉，然后我们拿这边的线，原先我们起头的线在这下面打结，它就变成一个毛线球的了。再打一个结，然后把线剪的长度跟这个毛线球差不多，这样就行了。那至于我们这一边的，在这个钉板上面的，我们要把针拿下来，因为我们穿毛线球的话，这个会穿不过去，所以我们用针先拿下来的时候，从这边一针这边的，一针黑的、白的、黑的，把它整个拿了放到针上面。白的，然后再黑的，黑的白，黑的，然后再白的，我们针全部拿下来了之后，我们这个毛线球同样就从这个针的中间
如果是我们要绑那个流苏的话，就可以直接从这个地方用钩针就行了，第一针套第二针，一套过来，然后再套下一针，就用这种方法这样套针过去。那因为我们是要用的是毛线球，那个毛线球的，所以我们就不套，我们就直接用针穿过去，我们就从中间直接穿。把针穿过去，好，再一针，最后这一针穿过去，然后我们把线拔出来抽紧，然后再用这一边的线跟它打结。我们打好结之后，把线剪的跟这个毛线球差不多长，这样就行了。这就是我们织的小朋友的围巾。这一款就是小朋友的围巾的样式。然后这一条是我先前织的大人的，它是使用流苏的，就是这种型的了。